走来，快跑去给前面探路，快去，快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北姑嫂。刚才阿志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提个筛筛来，他说那边有好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啥。走，赶紧走。有吗？有，到底是啥呀？雷克斯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哦，我以为是浅浅啊。你早说嘛，我就穿个裤子，这我只能给你们提篮子了呀。你坐下去全漏了。没事，漏一漏。我看到这里有，就是这个，跟那个我们在北方之前没菜，过年的时候没菜吃捡的那个叫什么，反正是一样的，就是木耳的一种吧，应该这个属于。阿姨，这个为什么叫雷公屎啊？椰子大雷大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阿姨的意思就是说是雷公一打雷一下雨就会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你们就叫雷公屎是吧？嗯，就是雷公拉的屎。你也吃了？然后阿志今天晚上要做了吃。你吃。我会吃的呀。你多吃。大家都吃。不是还有一个猫屎咖啡呢吗？卖那么贵，对吧？并不是说屎就不好吃，就猫拉的屎叫猫屎咖啡。嗯呢。它像又像那个牛拉的屎。怎么这么像屎、啊？能不能别那么恶心？你想想像屎，你看，今天晚上勇哥还要大吃特吃，没关系，只要不像你拉的就好。哎呀，赶紧去！你就只等着吃屎是吗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阿志，过年的时候我。就是特殊情况，不是在村子里面出不去吗？跟嫂子去捡的那个东西叫地转。今年过年我跟你去甘肃过年呗。带你，带我，去都学坏了都。没有，我跟伯母学的一手的好做面条的那个手法。狗都不吃，那不是你吃了？好像我做的你没吃似的，这话说的。就这么一点点，都你吃了，你要吃多少？阿姨在扯什么？奶头给你的兔子。嗯，你的全家人在喂你的兔子，除了我。我想把兔子擦个脸。不吃，就这么点。你吃屎吃上瘾了是吧？来，好。装死！啥都吃了，算了吧。喷我一身屎！阿志，好。我要是你，我就啥都吃了。可以。快点吃，吃了长肉。你吃的好香啊！对，这里面脏得很，我要丢个草进来给他们睡觉。走，回去洗雷公屎，晚上炒了给你吃。你不吃啊？你吃，我给你做。吃屎一起吃。可以洗干净啊？你看。哎，可以、啊。那这样洗了还要泡吗？不泡，洗了就不泡了。就不倒里面了。你倒里面吧。洗的还可以，挺干净的。那个装修的师傅说，这个最起码要洗到10次以上。我们现在回来了，试着洗一下，看能洗干净不？真的好脏，你看。嗯，反正你吃我不吃。两个吃屎的。今天晚上别吃。那你还跟吃屎的人过？你还亲人家吃屎的人？你还跟吃屎的人一起睡？还跟吃屎的人一起吃饭？对，吃一碗菜。这样一个一个挑，这样水多就能洗得干净一点。多洗几道了，没事，我们有水。可以了，第一道洗完了，再打水，打满。好。好多沙子，你看这盆子里面。我都佩服你们两个的心态。吃的时候更佩服哎，洗算啥？
你慢慢洗吧，我要撤了。有福一起享，有屎一起吃。现在一遍有一遍的成效了，洗的比较干净了。洗了这两遍我就给它泡掉就，晚一点做的时候再给它清洗两遍就可以了。这个雷公屎我下午洗了无数遍，终于给它洗干净了。确实洗干净了吗？嗯。然后现在水开了，我要给它焯一下水。这个是怎么做啊？你打算？你等着吃吧，你。好，我等着吃吃。放进去，烧开了就给它捞起来，不要煮很久。水开了，现在给它捞起来，是不是颜色跟先前不一样了？嗯。打三个母鸡蛋，哇！搅拌搅拌。雷公屎炒鸡蛋，现在开始放油煎鸡蛋。原来炒鸡蛋哦。屎壳郎。油热了，下蛋。鸡蛋煎好了，现在给它摇起来，稍微放一点点辣椒，烤箱放雷公屎，煎大，盏安，放一点点生抽。再来一个凉拌雷公屎。凉拌啊，嗯，我得好好学一学。放点生姜丝，这是我们家沉淀了多年的豆腐乳汁。嗯，因为咱们吃的那个豆腐乳是干的，没有汁。对，只能用这个了，就是加豆腐乳汁，再放盐，拌起来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明白。开饭店，那你就羊给他娘搬个呢。雷公我在家逗。好了，你羊他没当这么羊啊。我吃，不白。我不敢吃，看着我就不敢吃。阿志吃，羊两个了，雷。这洗洗干净的话，我养它嘛。我再洗干。我不敢，有点怕怕的。有的。舅舅说要的啊。嗯，要的。那就是好吃。阿志来多吃点。我不吃这个，我吃那个。吃那个的人开始吃了啊。我来尝一下。嗯，可以啊。就像吃那个木耳一样啊。多吃点。这本来就是那种木耳的呀。嗯、但是这个没木耳那么脆。我吃一点这个炒的鸡蛋的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肯定会多吃，你别吃，这么好吃，你别吃。我不吃。你闭嘴，你别吃。我绝对不吃。嗯，可以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明天再去多捡一点。好。我操，吃上瘾了。就是嘛，昨天好难洗。嗯，对，难洗，但是确实好吃。家人们，你们那边有的也可以去捡一点，这样试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鸡蛋很好吃。嗯，好鸡蛋。别影响别人。还可以炒肉。那你那就是那个那个一盆。你干嘛多最低值30块？最低值30块钱那一盘，在饭店里面哦，就城市里面。对，